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来介绍这个《盗贼之海》啊。那《盗贼之海》可以多人连线，也可以一个人玩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选择的船有这个多轨船啊、双轨船还有单轨船。我们看起来是这个多轨船看起来比较厉害啊，我们就先做这个多轨船。那它可以开放多人连线，这个的话就是真的是手动我的船员哦。会感觉很辛苦哦。我们先选这个好不好？可以邀请好友，那就直接出航吧。台湾会有人玩这个游戏吗？目前遇到看到的都是外国人比较多，不过他游戏真的做得还不错，蛮好玩的。当心水面下的炮弹，否则船舱会进水啊！哇，感觉还蛮真实的哦。哦，出来了出来了，一开始在船上是吗？欸，他没有第三人称欸。所以现在是在哪里啊？谁开枪？他们上船了。哎，需要支援一下，对不对？哇，哎，还不错哎，这游戏看起来还不赖啊。你看那水草，你看那水中的泡泡，还可以憋气憋这么久，还不简单啊？看一下海底世界哦，是水行侠哎，你看看，就差没有那个叉子了。好酷哦，你看好可爱的小鱼哦，这样会不会有鲨鱼跑出来啊？哇哦，这个是怎样？是可以拔吗？它在对我发光哎！哎哎，不行不行，它快不行了。以为他可以继续用，因为他没有调啊，那个调出来。哎，所以他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先有枪吗？哎哎，骷髅头射我，他射我。哎，我要挂了。哎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剩一滴血。哎呦，哎呦，使用大炮。还有角度的，还有角度的，哎，蛮好玩的啊。为什么玩的人不多？哎呀，我们换，哎，换，嘿，换。他一次只能发一颗炸弹哦，不是，他要，哎，怎么下来？怎么下来？我看看。对啦，一次只能用一个大炮啦。哦，霰弹，他我看看啊，霰弹按 Y。哦，使用大炮，装载大炮，工程是这样攻的吧？等一下，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补血啊？有办法补血？我是新手，我现在完全没有补血的功能。看看里面，哎，它可以跑啊！跑好快，这个物品栏是空的，画得很美式哦，超可爱的。哎，头这里，哦，我知道了啦，他一开始有给你选择，他有不同职业，他枪手就有拿枪啊，是船员就是负责这个船的，申请船苗。我可以直接开走吗？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需要上船哦。啊，现在是怎样？人都不见了。我觉得我下去应该就挂了，把船开走好了，好不好？
起航了，开船了，开船了！哎、欸，好像真的，你看这海，这个海浪，这个太阳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第一人称这样看，酷哎、欸，酷酷酷，出来了。这是干嘛的？哦，升起船锚，他们就不用上来了。看一下下面。地图桌，我们现在在这里哦。这个炮弹打一下会爆吧？开启木桶是空的，是这样。有刚才有漏水是吗？装饰珠宝，可以改装造型就对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水手帽，水手手套。哎，我们穿个外套啊。都穿起来好了。水手裙装，这女生在穿的吧？我不要穿那件，我要穿这件。哦，所以她其实是有两个都有穿哦。不要穿那个，夹脚拖鞋。先这样，先这样啊！看一下装备啊！哎呦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手摇风琴哦。留子弹啊，哪里有枪啊？军械库啊，这里啊，这里有枪啊。哦，所以我手上是拿弯刀啊，是吧？还有小手枪，酷哦。我们就给它换成枪类的啦，好不好？哦耶！哦耶！哦耶！可以支援他们了。哎、欸，船被打了，在哪边被打了、啊？哇，这个怎样？这是……哦，我被杀了啦！啊，不是自己人吗？被 TK 哦，原来可以 TK 队友。哎、欸，啊，现在什么情形啊？被诅咒的船哦，已经上船就对了啦。哇，好多手哦！哎呦，这是怎样？黄金收藏大师，嗨，他可以开麦吧？应该可以开麦。附近交谈，指向器，输出。其实他有，应该是有开吧。嗨，有人在吗 ？Hello， 船长要去哪里？船长，有机会多去阳间看看。他是我的新的船长啊！看来你不想来这里。据点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把二人之海救出来呢？你以为自己得救了？呵呵。
他不想再多说了。想跟他讲话，去跟别人讲话好了。等一下，另外一个人在哪里？不见了。这是回去的路吧？哎，那我重生了吗？感觉回到单人单机模式啊。是第一人称好像 PUBG 哦。有炮弹欸。这桶子有什么啊？香蕉。哦，这小岛好大、啊！那、哦、我现在看到那个云是一个骷髅头啊，它是……哦，开船了！哎，他就这样给我开走，这样对吗？这样对吗？把我抛弃了啊！哎呦，他打中文字，他是北。哎、欸，所以是华人啊，我以为是外国人欸。糟糕，我有点像猪队友，现在不知道要干嘛。哎、欸，爬入大炮，爬入大炮。啊，出来！等下被人家点火、哦。然后收反了是吗？收反了。OK， 所以它有角度的、啊。我觉得我应该先玩单人模式，我觉得这样应该有教学哦。开船啦 ，Agent Locker。华金。收藏家大师啊！天啊，我这鼻音太重了啦！这是要开去哪里？骷髅头吗？看起来很厉害，打他一下，刚刚偷射我。记得枪在这里。先拿杯子，杯子在上面，不是，是提灯。不要拿这个，这个没什么用哦。欸、在哪边啊？炮弹筒哦。犯人在这里了。刚才在哪边拿到枪啊？另外一边吗？哎哎哎，我怎么卡住？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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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到了，哎、欸、都。有啊，我有枪啊。
怎么用枪啊？哦，我其实应该有装吧，只是没有到战斗模式吗？还是怎样？哦，不太懂哎。哦，还可以有动作，还有动作。还可以拿琴，在旁边这样玩好了。跳舞给我看啊，好可爱啊他！他居然可以跳舞，去哪里了？船长跑不见，哎、欸，喇叭是干嘛的？开船啦，起航啦！好啦，我们现在看看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拍鼓的？拍鼓的，来，哎、欸，我以为他跳下去了，没有啊。这个水好大，哎，我们换个东西啊，换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指南针。获得十点了，第一次出海，你把它推下去，推下去，推下去，推不下去啊！就差一点点就掉下去哎！哎呦，好可怕！我要掉下去了，我跟他合体了。所以。他的船会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开到什么地方？开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看看地图。浪花一朵朵，大炮就位。大炮就位是。还可以爬上去哦！
跟踪他。我摔下去了啦，这样会损血哦。哎呦，这是哪个小岛啊？哦，所以刚才打输了嘛。等一下，我记得好像有其他的队伍，像比方说也是海盗船，有没有？可以互相竞争的样子哎。开打，开打了！还是怎样？他卡 bug 吗？我们下去好了。哦，哇哦，使用大炮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要去装大炮哦，好麻烦。这是怎样？船舱进水了，它进水了啦！哇，所以我要用这个嘛，对不对？船要沉了，船沉了。GG啊，刚才不知道被打。所以他要回到阴间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都是黑的？是什么？美人鱼吗？为什么有鱼人？返回我的船。OK， 所以要重新开。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亮亮的？酒瓶啊。Pick up， 收到任务。算了，好吧，我们游戏先介绍到这边啊，喜欢就去下载来玩吧。那先这样喽，拜拜，新年快乐喽。